好，在风雨中第四十五届金钟奖今晚登场，众所瞩目的星光大道女明星争奇斗艳大翻火了。哇，你好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。哇，你好。全裸美背现身，几乎露出骨沟，前 V 后也 V， 真内性感出现在星光大道上，惊艳全场。火辣的不止他，天星一身咖啡色礼服现身，令人眼睛一亮，还有他呼之欲出的丰满上围。今天可以来一个稍微释放一下，所以觉得很过瘾。袒胸露背，星光比美，主持人历经高叉的礼服露出美腿，要和女明星们一较高下。这是镂空的啦，啊，镂空的，我当然越近看我才看得到。倒是萧蔷只有小露酥胸，美丽高雅大方又不失性感。这个是新造型，就是有点像那个灌篮高手里面的宫城良田。走上红地毯的全民最大档党员仍然不忘搞笑模仿。这次金钟奖虽然没接台风搅局，台北飘着细雨，但是星光大道上依旧闪耀。而主办单位担心艺人在红地毯上被淋成落汤鸡，特别砸百万元赶搭18个大型遮雨棚，让星光大道最后能够顺利举行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